它主要的啊，它可以避开很多的灾难，它最主要是避开很多的灾难，像政治的灾难、小偷的灾难、强盗的灾难、出门旅行的灾难、地水火风的灾难、刀兵的灾难、鬼神的灾难、毒药的灾难、野兽的灾难、冤家恶人的为难，都害不了你。啊，这一尊有这样子的好处，所以它的好处相当多，很多人雕这个天女形挂在胸前，或者在家供这个麻利支天像。啊，这个小偷强盗一来的话，他本来是要偷你家的，突然偷到别人的家，认错了，因为麻利支天帮你遮起来隐形了。这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哦，有同门家哦，常常招小偷，那我就在叫他说：“哎，你供麻利支天像，念他的名字。”结果小偷又不偷他的家了，专门偷旁边的人的家。他每一次要进到这个家的时候，就觉得这个家好像很不好偷，他偷比较容易的，就偷到别人的家去了。啊，避开小偷，避开强盗，所有的灾难他都可以避开。地水火风跟刀兵界战争啊，也要靠牟尼之天。但麻利支天，你看他的这个王难、政治难。政治的灾难可以求他，贼难、小偷、强盗、行难、出门旅行、坐船、坐飞机、地水火风难、刀兵难、战争、鬼神难、冲犯、毒药难，就是人家用毒的东西给你吃。恶兽难，就是凶恶的野兽，你也可以避开。这个冤家恶人难，对方专门在害你的，害不了你。大力金刚跟麻利支天都可以的。